晚中吊桥上的灯光打在水里溪上，七彩光照在河畔上。有网友将照片发上脸书，不少人留言好美丽，纷纷想知道这是哪里。地点就在南投水里乡水云桥，美景吸引民众拍照打卡，假日时还会有星光市集。而且这里又非常凉爽，外地找不到的啦。那晚上是个很明显吗？对，很明显，那个灯哈就会这样一直照这样子。难得乡下有这种，就是说晚上还有一个这个明亮的步道可以走，所以有空的时候晚上吃饱饭带小朋友来这里走走也挺好的。旁的中山桥是一座景观水管桥，由台湾自来水公司兴建，当时斥资4370万元打造，全台首座人行景观水管桥。晚上走在桥上时，仿佛身临梦境。水里溪畔陆续有做相关的灯光建置，包含在几年前，我们的入口公园的喷水造景的灯光，还有由自来水公司施设的水管桥，上面我们有做灯光隧道的这种廊道的建置。水里乡公所特别在今年为水云桥打造水光奇幻灯区，尽管水里溪灯节在元宵节结束，光影盛世则持续保留，让游客也能特地去捕捉。蔡秀文、昆云林、佩春、杨静南投采访报道。